卑南乡公所举办了中秋节联欢晚会，在9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到晚间。当天虽然遇到台风来袭，不过并不畏风雨，希望可以让民众度过一个最开心的佳节欢庆会。即将要来临的时候，我的心总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，所以这个时候站在台上呢，有一点担心。所以如果有招待不周到，或者今天有什么让大家没有办法尽兴而玩的，那么请各位多多的体谅。那么待会啊，我们看天气而行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先行第一循环的一个初赛。那么初赛完了以后，我们有一个餐点呢，就是晚上我们大家要假崩哈。那么来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决赛。今天的这一个活动呢，一定要办到尽善尽美。这次举办歌唱比赛，有不少歌唱好手齐聚一堂，高歌一曲，让现场气氛欢乐，也提前度过一个最棒的中秋佳节晚会。记者温格林茂生的报道。